近期轰动全台的杀人命案就在刚刚有了最新的发展。死者叫什么名字？苏可怡，是那个歌手。你看到他的耻骨联合，这些尸体可能是男的。把自己就想说想象成千面女郎，就是啊一下子就是要比较啊社工，你知道啊我很关心你，所以他的挑战也在于说，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讲的是真的，什么时候讲的是假的。然后但是我觉得在这过程中这个角色也成长，把那个负面的东西变成正面的，所以就还蛮好玩的我觉得。嗯，所以后来你被狗仔队跟拍的时候，你的 EQ 超好，是因为这是有正向的。那 EQ 一直都很好我觉得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记者本来这就是工作啊，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工作，那你没有办法去说些什么，因为也许他们有各种不情愿啊，那怎么办，就是他们有各种压力啊。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这样要 等你等很久的时候，你们这种很正向的力量，他是观世音菩萨，他看到你这样过来去擦车窗，他会觉得他心中有光。屁了，对不起，他是不是很紧张？不是我的意思，我的屁啦的意思是说，说不定他们是担心说完蛋了，因为我有碰过一两次，是我在敲车窗的时候，他立刻把他的那个椅背这样往后扛，因为他以为他车窗很黑，然后他就。我敲了之后就立刻这样往后躺，但是另外一个坐在他旁边的还在拍，因为没有他们两个没有默契，就是要一起躺下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也许是害怕的。验尸结果确定是他杀的，先是溶尸，再是焚尸，凶手现在好像在误导死者身份。其实素颜可能是一早就已经设定好了，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去排斥，因为我平时除了工作之外，我也是不上妆，我也到处走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不太 care 素颜这件事情。但是他们还要再加上一些斑啊，然后什么叫什么？不是皱纹，叫什么？疤。对，就是我们有一个疤。对。可是后来觉得好像还不够。不太明显，嗯，那还是没有很遮住我原来的那个感，我不好意思这样讲，我也觉得他没有很遮住，就我素颜对我来讲，不是说对我来讲真的也不算是什么挑战之一啦，他可能让我更加的投入这个角色当中，然后更加的去做自己。我告诉你我知道，你也告诉我你知道，我有什么好处？他一定在正路上动手脚。那你现在在怀疑我吗？是真心为你们好，上去对大家都没好处。因为认识真的很久了，然后你不会把这个晒娃放在他身上。对。他基本上在休息、在化妆的时候，他就开始，你就先会听到孩子咯咯声，就因为影片，对，然后他就自己会这样。就一直就是自己很沉浸在那个可爱，他周围感觉都是粉红泡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就会再回想说，Hello， 张小泉是你吗？然后就是很，他就看，因为我其实跟他完全不熟，有见过面，但是连天都没聊过吧，就是点头的那一种。然后我也完全不知道他会怎么演，就包括我们在走戏，因为走戏轻轻带过，因为太重的戏，所以我们一定不会是用力去演。轻轻带过，然后等到他不是突然间，他也是啊，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干嘛。他突然间，我觉得他快要掀桌了，还好他被人家绑住，然后这样子。可是我又要很镇定，因为我要必须比他更镇定。你眼看他口水啪啪啪啪啪在那边一直喷，然后我还要一直在讲我自己的话，就那一场很难，然后还要不被他干扰。对，所以我就自己要定得很住，然后后来就完全不理他，我就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。